三颗陀螺，发电时代之必胜攻略。猛毒破坏神，平衡型陀螺，厚重的结晶轮盘连打刃，可以破坏对手陀螺的平衡。史上第一个分身轴心，让对手招架不住来自两个方向的双重打击。不是爆裂，猛毒破坏神多了一个分身。双重幻象，分析出来的弹药完全能出去了。每周五晚上7:30，全新一季战斗陀螺发电时代 G 六 TV 全台首播。